非常榮幸登輝控股有限公司獲得 AM730 PL Asia 鳳凰網港股頒發的傑出上市公司大獎。這個獎肯定了登輝業務發展和企業管治方面的策略和表現，對於所有員工和持份者來說亦是極大的鼓舞。過去一年，即使全球經濟環境仍然充滿不確定性，登輝透過持續投入產品研發，與客戶保持緊密的合作關係，讓集團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抓緊機遇，提升銷售效益，保持公司盈利的能力。未來登輝將繼續專注新技術的研發，推動產品創新，我們會不斷推出新型號的咖啡機、蒸汽燙斗和其他新的產品，滿足市場需要。同時我們積極拓展不同的市場板塊，結合我們的專利技術和創新的能力，擴大市場產品多樣性。在新客戶方面，我們將致力實現更多元化，了解不同市場的文化，為不同的客人度身訂造解決方案和營銷策略，有助提升銷售成功率和客人達至雙贏。廠房方面，我們會持續投入資源打造工業製造產業鏈，繼續提高自動化程度，使用先進的系統監察生產，透過分析數據優化整個製程，以提升成本效益和產品的質量。登輝將繼續秉持至尊設計、至尊價值、至尊品質、至尊溝通和至尊服務的五大核心價值，為各持份者締造長遠的價值。